这也是拼图吧？这是拼图。这个掉了怎么办呢？这种是太麻烦，太麻烦。你说这上面拿就好。看这个。没有不好。他们厉害。大还要半小时哎，怎么找了啊？我以为是什么电脑，我等一下问你。哦，好好好。好了。掉就好了。哦，我找不到提笔。哎，我有。我觉得画圈好了。跟他们说，宝贝，这是先到。还是你要去看他们打探敌情？看，没有。有啦，我们 mail 有收到了，学校有叫你们签这个领据吗？这个只有6组而已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喜欢这个，这一只，对，这个不同群。2号，好，2号，好，我们这个，恭喜你，哇！来，好，给，按照的这个，你要告诉对方的时候。抽的意思。再见啊！连学生都在这里面。这是创意组的，创意组的。结束。那就可以上去布置了哈。对，三个人，他们是第6组。
要推走吗？不行，你要等小马。走吧。然后证件一样，明天还要再去拿。我今天一定要再带来。好，那看看你搬下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。三号。按赞。还有没有听看？往回走。七七七，这个是什么？拼图。你要拿几本？快拿！智光三公，我直接签字。智光三公。稍微不足，但就是这Thank you.
要摆出来，让我们知道你今天摆在哪里。干嘛要不需要挂一下？不会放笔电吗？笔电，笔电先放着，笔电先放着。你们明天要摆上面、摆上去的东西都要现在摆好。香了，好，我们下楼。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。要了解我指的是哪一条哦？ Okay. 哦，是这一条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哈。那个作品归建部等时段内完成布置，这个我们稍后再拖。好。这些移走。哎，你们的那个不是竞赛东西，全部要移走。对。等一下，慢走，慢没有用的，就是藏在底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有比赛相关的物件，都要展示出来。你比赛就这个样子吗？比赛，好，觉得还不错。